感谢诸位同修、诸位同学，今天是净空94年诞辰，承蒙各界的同修举行这个新年会，心里非常感激。同年遇到七七事变，一生没有受到好的教育，几乎都是在困苦艰难当中度日子。可以说呢，遇到的都是很艰苦的日子，所以学业没完成。命中很早就听闻，寿命只有45岁。我很相信，我一家从祖父、父亲都没有过50岁，49岁过世。我自己的命运，有人给我算命了，也是过不了40岁，所以这一生一人行为。方东美先生介绍我学佛，我跟他学哲学，他告诉我，世界上哲学最好的东西都在佛经上，学佛是最高的哲学，引导我实现大地。我对他老人家很相信，佛法最好的东西是在中国，引起我对于过去不能不认真的学习。正好遇到李老师，我跟李老师10年，这10年从其奠定基础到深入现在，多半都是李老师与方登伟先生指导，自己读了一点书，奠定一点基础，方老师介绍给我，东西方讲哲学都在经典里指导我这个方向。我把一点微薄的收入都拿去引进，虽然明白了，语言不足，我要工作，要生活，老师抽一点时间给我，我感恩，我很认真。张家大师叫我干，我相信要干，认真努力学习，奠定基础。我离开台中，发现学习老师，老师一生讲经教学，我利用假期、星期假期，把李老师在台中所讲的佛经重新讲一遍，用这个来学习，不至于自己退路。东西方法缘是这么看的，希望我们记住，依旧认真学习方老师的哲学、张家大师的佛学、李炳南老居士的教诲，要抓住时间，
认真努力学佛，要戒行合一，不是只念经只念佛，不是，是要做到用中国传统的方法学以致用，无论学什么扎根很重要。中国过去是世界上最难得最好的教导，学以致用，用是要做到，学了没做到不算真学，一定要把它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。我的成就就这三个老师，永远怀念老师，永远学习老师，没有老师那我变成一场无私的人，亏了这三位老师，我感恩，我对老师同学对老师尊重，对同学爱护，都把它落实在日常生活上，所以学的东西实用，学了真的用上，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世界与社会演变到今天，看到心里很难过，到底是什么问题？实实在在是文化教育出了问题。文化教育，我们跟古圣先贤一比较就明白了。古圣先贤都是历代一代一代传下来，没有敢变动，才有中国传统文化。这一改变，麻烦大了。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了，有的是什么西方科学技术的文化，这个问题非常严重。回过头来再看东方老祖宗传给我们的，我们佩服的五体投地，我们心心念念的是希望把传统文化复兴，他能救国，他能救家，所以晚年这些年不遗余力在宣扬传统。中国人最懂得教育，对教育有经验有信心，我们不能把祖宗东西丢掉，把祖宗东西找回来，社会就安定，安定就找回来，有这名吗？有太宗弘林学校是李老师教导我们的，可以实验，具体实验做出来给我们看，我去看了很欢喜。中国的教育小学目标在做人，怎么做人？学做人是小学教学的宗旨，中年的学习伴随，老年享福啊！我想把这会恢复出来，能做到难，做出来之后，外国人看到
这个社会好啊，少年学习伦理道德，中年履行仁义道德，晚年享受，都不离开伦理道德。外国人有养老院，我到国外喜欢去参观，跟我们中国人讲的养老也有很大的一大截差距，不是我们的理想。所以我们要培养中国人的理想，少年要学习孝亲尊师，老年人才有幸福。外国人有老年少年乐园，我们中国的是老人乐园。我见到过民国初年，我希望将来老人有乐园，中国的教育要做到老年享福，中年造福，青年奠基。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认真努力来学习，达到三种教育都能恢复。青少年的教育，青年的教育，老年的教育，中国古书里头全都有。老祖宗对得起我们，我们不相信老祖宗，我们对不起老祖宗。今天我们利用联合国做个窗口，把我们的古圣先贤的东西从这个窗口出去，让全世界人看到，让中国人外国看看，中国人真会享福，真会造福，中国有真东西，好东西，外国有点点滴滴，不完整，不完全。因此啊，把我们自己老祖宗的东西抬出来，中国文化的精华展示出来，让全世界人向往学习。好东西全在儒释道。今天我的话就是在此地，谢谢大家。